那我们首先看22-6的第一题，在平时我们讲的所谓的伏特剂也好，或者安培剂也好，它本质上呢，它的整体的设计上其实是很类似的。那它们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说呢，它会有一个我们叫 moving coin meter 去串联或者并联一个电阻。那这个你串联或并联的电阻呢，它的电阻值，如果你是以串联的方式啦，其实是伏特剂的方法，它会串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值 R。 那另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如果你要做安培剂，比如说像第二题这样，那就会去并联一个电阻来帮它分流。因为 moving coin meter 就是上面那个 G， 它本身呢是不能够让太大的电流或者太大的电压经过的。那我们来看第一题，他问呢，如果今天你这个伏特表，就是这个 voltmeter 啦，它的读数总是会比实际值来的稍微小一些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呢就在于说，你的伏特表本身呢也有内阻，这个在董总课本里面呢，它是以 RG 来表示的。而减少内阻的方法呢，其实就是做并联。那并联呢会引起另外一个结果，就是你并联以后，电流就会在这里实现分流的现象。所以我们并联的目的是要减少它的内阻值嘛，让整体的电阻值变得更小一些，但是并联的同时你又会导致你的整个电路呢，它的电流会有分流的现象，所以解决的方法呢，就是你并联的电阻要够大，因为只要你 IR 很大的话呢，那 I 几乎就可以小到忽略不计，所以我们就达到了既减小内阻的目的，同时又不会影响电流。所以第一题最合适的答案是 Don't get。 第二，那现在是换成一个安培剂了，那他发现这个安培表呢，接入电路里面，你要去做一个测看它到底有没有一个误差值的时候啊，你发现到它的读数总是会比标准的读数呢大一些。等下他就问你说，如果你的 IG 是准确，什么叫 IG？这个呢我们在 SDPM 课本里面叫 FSDI， 就是 Full Scale Diffraction I， 它去到最 maximum 的时候的读数就叫 IG。 那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有哪一些呢？那你看一二是两个对立的句子，所以其中一个一定是对的，另一个是错的。而三四呢也是一样，所以这一题里面正确的答案是，它跟上一题其实类似啦。题目讲说待测表，就是这个，它的读数会比
标准表的读数大一些。就比如说啊，我现在通过的是5安培，那我这里标准表呢显示5安培，可是待测表显示是 5.2 安培，类似这样。所以5安培那个是准的，可是待测表呢，它跟标准表来比较呢，它稍微偏大了一些，所以它测量出来的呢比真实值偏大，一是对的。那为什么会造成偏大呢？因为它在并联的时候，你选择的这个电阻啊，它是会影响到你里面的这个电流的流向的。你想想看一下啊，它在这边呢是会分流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这个电阻值小，这样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电流流过去？这样你可能就会是5安培了。所以为什么之所以现在是 5.2 安培，就是因为你这个不是偏小，你是偏大，这样就会有比较少的电流往下流，有更多的电流往上流，所以你那个待测表的那个 reading 就会跟它实际要的标准表有所区别，所以它是偏大的，一跟四是对的。Next， 这是一个双量程的伏特剂。他说，当你使用 AB 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单个十 volt， 它的 maximum 是十 volt。当你使用 AC 的时候呢，它是100 volt。它就是我们平时的那个伏特剂啊，它可能有10 volt 跟100 volt 这两种，然后上面会有三个 A、B、C 三个头，应该有看过吧，在实验室里面都有这样的东西的。那题目就问我说，已知这个电流计的内阻是500欧姆，偏满电流就是它去到 maximum 的时候呢是 1mA， 那它的电阻值是多少呢？现在呢这里是一个500欧姆配一个 R1， 所以你的 R 都得呢是500加 R1， R 等于什么呢？ V 除以 I。所以你 V 跟 I 要是一组的 V 跟 I 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今天去到的是10 volt， 那就代表你的偏满电流呢就要带 1mA， 1乘10的负3。那这个就是 R1 哦。那至于 R2 呢，10 volt 跟100 volt， 我们看的是给我看一下10 volt， 我们可以另外算另外一个情况，500加 R1 加 R2 等于100 volt 除以1乘10的负3，因为是串联的关系嘛。所以如果是以100 volt 来看的话呢，就有三个电阻都要算，所以刚刚算到 R1 了，现在就可以算到 R2 了。R1 呢是9500 欧姆， R2 是9万欧姆。
大家可以 try 看。最后一题，它一样是一个双量程的 emitter， 你用 AB 的时候它是1 ampere， 用 AC 的时候它是量 0.1 ampere。 那已知这里有个内阻值200 ohm， 你去到 max 的时候电流是 2mA， 求 R1 跟 R2 的值。如果你只是接 R1 的时候，就是 AB 啊，那两个电阻它是并联的关系，200的导数加上 R1 的导数，而 R 都得呢等于 V 都得除以 I 都得，它有给我们最大电流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给的条件。OK， 我们这一题呢，还要去算它的偏满电压是多少，我们就用这两个条件去算它的 full scale deflection V， 就是单单以这个仪器来说的话，它是 IR， 所以电流呢 2mA。电阻值200，所以我们算到它 full scale deflection 的时候的 V 是多少。而这个 V 呢，因为你的 R1 R2 都跟它是并联的关系，所以 even 你接只有 B 的时候，那这个还是一样是同样的 V 都的。我算看一下啊，2乘10的负3乘200是 0.4 V，所以 0.4 它的最大电流是 1A， 算到了 R 都得，带回去可以找到 R1。 另外一个情况呢，一样是 V 都得除以 I 都得，这个 V 都得呢肯定还是 0.4， 但 I 都得呢另外一个情况是 0.1A，然后再把这个带回去 R 都得里面。那我们就可以算到 R1 和 R2 会是多少了。哎，对不起，第二个情况呢是有两个电阻，所以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算的时候就是 R 都得2的导数等于200加上 R1 加 R2， 把它带进来。OK， 或者我这一题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啊，你们直接把上面那个呢看成是一个200欧姆的电阻，这是 R1， 流过它的电流呢是 2mA。现在这个是要 1A， 所以你要找 R1 呢就等于 V1 除以 I1， V1 呢等于200乘2乘10的负3， I1 呢是1减2乘10的负3，就可以算到 R1 了。那另一个情况呢是200 ohm R1R2， 还是一样，这个200欧姆呢只可以接收 2mA， 可是现在你接的这个是 0.1A， 所以刚刚算到的 R1 你带进来是多少欧姆，然后现在再多一个 R2，
又会是多少欧姆？答案是0.41跟3.67。那我们来看，22-7。下一份练习，首先，这边聊的比较多是跟电池有关啦。一个电池，它的 EMF 是 2V， 所以这个 2V 呢是2 joule per coulomb， 说明蓄电池内非静电力。每移动一库仑的电荷做功多少呢？每一库仑的 charge 移动的过程中，它就会消耗二焦耳的电能去到别的 energy。那它的电势能就是它的 electrical。Potential energy， 当然我们这边讲的是它是电池啊，不是电池是主角啊，所以电池呢，它是一个耗电东西还是供电？是提供电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增加过程中把化学能转为电势能，就是 electrical potential energy。下一个，第二，蓄电池呢，它一库仑的电荷会做功二焦耳，这样它的 EMF 就是多少？这就是典型的 2V 哦，跟第一题是相呼应的嘛。那你通电一小时，它供应的电流是0.2安培。那如果供电十分钟的话，做功又是多少？所以 W 等于 VIT， 就是做代入而已。哎，我刚才说了一小时，它蓄电池给一个小灯泡供电。Sorry 啊，刚才看太快，这是二。这是 0.2 10分钟60秒就可以算到 W 了。第三，这个电池 2V 外阻9欧姆，路端电压的意思就是 Terminal Potential Difference， 就是 V 是 1.8V等于 IR， 这个只能够带外阻9，所以你可以算到 I EMF 又等于 I 大 R 加小 R， 这是2，把 I 带入9加内阻，于是就可以算到内阻是多少了，1欧姆，答案是。接着第四题，电源 4.5V， 内阻 0.5， 外阻4欧姆， Terminal PD 是多大？所以先算 I 4.5 4加 0.5，
算出 I 来，然后再用 IR 算所谓的路段电压，就是 terminal potential difference。那你如果在这个电路上面并联一个6欧姆，那你并联6欧姆的话，会让整个电路的总外阻变得更小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要分开来算的。那既然这么麻烦，我们还是画个电路出来比较方便。那如果你并联一个电阻呢，6欧姆，并联电阻的话，则整体而言，我们要去算一个4和6并联以后的那个电阻值，带回来这里找 I， 然后把 I 带进来这边，这个就带 R 斗的，这两个并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 R 斗的。而如果你是做串联的话呢，也是一样，4加6就10了，找到那个 R 斗的是10欧姆，然后再算 I 了之后，用 IR 算出那个 terminal potential difference。 那第四，个别两个答案是 3.7 volt 以及 4.3 volt。 最后第五题，这里有一个滑动变阻器，那题目问说，他右边给你一个他的那个两个 volt meter 的那个变化过程，题目问你说，我的变阻器从一端滑到另一端的过程中啊，那哪一个是V1， 哪一个表示 V2？ 所以它这里有分 AC 跟 BC 这两段，所以你在滑的过程中，你想看一下，它变阻器一定是一个从，你的电流呢是从小去到大的一个过程，不管怎么样啊，所以电流变大就代表整个电路的电阻值是变小的，所以它所谓的从一端滑到另一端呢，我会认为是从右往左边滑的过程。那我们的电池的电是这样子流的吗？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呢，电流经过了 R0， 那如果你的变阻器呢，它现在是在最右边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电流呢要经过完整的这个 R 才可以回到电源的负极。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变阻器滑到最左边，那我们的电经过 R0 以后，就不用再经过 R 就可以绕道而行了。所以过程中啊，因为你的电流是从小慢慢变到大的过程中啊，这样我就会觉得在这边的情况下，它是在最右边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的potential difference， 你可以明显看到一个是 7.5 一个是 1.5， 对不对？所以 V2 量的是一个 terminal potential difference， 所以我会认为一开始的时候呢， V2 应该是 BC，
因为 V 二两的那个 potential difference 比较大，所以它等同于那个电池的 terminal PD 了。而 V 1呢，只是单单量这个 R 0罢了，它跟 R 呢是串联，所以会分压。所以比如说这个是 1.5 volt 的时候，这个就会是6 volt， 因为6加 1.5 得 7.5 嘛。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判断，这是 V 2，这是 V 1。再来 R0 还有滑动变阻器的总电阻值 R 分别为多少。所以从书上的数据，右边那个表的数据啊，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算出来了。你看啊，你去到 C 的时候就没有这个 R 嘛，所以整个电路的总电位差呢是6，不管哪一个量 V1 还是 V2 量都是6，因为就没有 R 了嘛，这个情况下，那此时的电流是2，所以 R0 等于 V 除以 I， 6除以2 3 ohm。 找到以后，那我们再来看 R，我们可以用一个最开始的数据咯，刚才我讲的。你在这个情况下流动的电流是 0.5 安培，而它这边的 potential difference 呢是 6 volt， 6加 1.5 得 7.5 嘛，所以你就可以用 R 等于 V 除以 I， 6除以 0.5得12 ohm。 最后电源的 EMF 跟内阻，那你就写 EMF 等于 I 大 R 加小 R 咯。那一开始的、EMF 一定是固定的嘛，如果它的 I 是 0.5 的时候，那电路里面的大 R 呢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大 R 是 R 加 R0 都有，还有小 R， 所以就是15加小 R。 这是第一个关系。第二个关系是2安培的时候，那因为没有大 R 了嘛，就是3加小 R 咯，这是第二组关系。那去解联立方程式就可以解到EMF 是 8V， 而内阻呢则是 1Ohm。 这个可以啊。有问题吗？